国庆几个聚会，我逼得姐紧急作业，哼，看看咱这大合照，这脸嫩的一点痕迹都没有，谁看得出我三年前是这样出的美美院啊？为了咱这小脸哦，我真的是钱花了，证考了，才解锁的美美项目后的修复急速版。反正想要效果又好又快，跟姐来就行。做完项目第一步，绝对是换生理盐水和无菌棉擦脸。有创的时候用自来水洗是很危险的哈。然后就是用这种蟹字号的医用肤料之类产品修护保湿。我之前呢一直用的都是这个福尔加的白膜，但是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更适合破皮修护的玩意儿，就是这个绿色包装的医用胶原蛋白贴。它是我和蓝白色的一起在药店里买的，这个超细面膜布贴完那个舒服啊，精华巨多，但是肤感又很清爽，全都嗖嗖的就被吸收了，敷完哦也是一点都不发干，不愧是注射用水，就没有一点普通面膜那种粘稠剂黏黏的感觉。我做完项目不是有很多那种摸得到的小口子和红红的小点吗？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呢，重组胶原蛋白，就是让这些小创口更快的愈合。我现在一做破皮的管理就是它了，这个白色旧爱就被我放在光电项目后的红红修复用了，家人们就看自己的需求选产品咯。还有别忘了物理防晒，物理防晒，我做完项目出门肯定会带两个东西，防晒面罩和防晒帽，真的很好用，做了那么多次管理哦，姐从没反黑过，反正姐是一点不带藏私的。宝贝们做完项目后一定要好好修护啊，不然花了钱还变小破脸，真的会气数。